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小文。那前几个礼拜我都会在周中纪念堂那边跑步，然后都会看到这个湖流运动在这边。那其实有时候跑步的时候经过看到这个活动，有时候我觉得蛮心酸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蛮有意义，但是这个现场人数每次都有点少，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上来就是表达一下我的支持。那主持人要我介绍一下下一个音乐表演活动。那下一个音乐表演，下一个音乐表演活动是渺小星球物语。那让我们欢迎他们，谢谢。嗨，大家好，我们是渺小星球物语，今天很开心可以来板河四五六，好像有点飘雨哦。好，那我们赶快，就是糟糕，好，没关系，我们带来第一首歌。第一首歌是《生日礼物》。
就是我对访核议题的会注意到这个议题的一个起源好了，就是我还记得是2年前3.11大地震那个时候，然后就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学生，然后就是那时候在研究室，然后就是点到他们日本的一个新闻画面吧，然后那个新闻画面应该是，就是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新闻，但它就是有点像是第一手资料，然后就是都没有上字幕或是讲话的一个画面。那个画面就是说他们是空拍的直升机，然后他们那个直升机就是飞很高很高，然后他们往下照那个地景，然后他们照那个海啸，就是从海边慢慢的，然后往陆地里面清洗的一个画面。然后我那时候就其实还蛮震撼的，因为它虽然没有什么，它虽然没有讲话，也没有音乐，然后但是因为它飞得很高，所以其实是很安静的，就是你是很安静的看着那个被摧毁的画面在发生。那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算是有点被吓到，就是。因为是想说，哎，这不是就是在电影里面才会出现的场景，但是现在是变成是一个是真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同时间在发生。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还蛮害怕的，但是也就是想到说，大自然的力量其实是非常恐怖的。那就是那件事情发生之后，一直到后来的福岛核电厂辐射外泄等事情。那我后来自己都有在思考反核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有一些人，比如说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看这个方程式，它其实是一个平衡的方程式，它能量是平衡的，所以照理来说理论上核能是不会有任何安全上面的问题。那又有人说在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我们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现在实际上它也的确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支撑我们可能经济命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管你今天从什么经济的角度或者是科学的角度，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一个人的角度，就是我们如果从人作为一个出发点去看这件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是很容易就会有答案的。那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大家聚在这边。好，那有点严肃，我们来唱一下开心的歌。哎，下一首歌是不说脏话的女生。想要当一个不说脏话。
然后要讲什么呢？其实我刚刚原本还想要讲一下核废料问题，但就是两句话赶快带过好了。就是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说把核废料堆在一个少数，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没有声音或是比较没有权利的一个地方或是一个族群这样。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都漠不关心这件事情，然后恣意的使用这些能源，那我觉得有点像是就是踩在人家的血泊上然后做这件事情。好，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是有关一个骑单车的故事，然后就是我去乡下骑单车骑得很开心之后然后来写，所以就是我们必须要好好保护我们台湾，不然以后就不能去乡下骑单车了。这首歌叫《乡下骑单车》。很感动，因为其实我大概飘一点雨，然后我们设备很简陋，然后他们还是很
用心的唱歌，然后没有，我刚刚还想说惨了，要下大雨。没有，不会，听到你们要唱歌，他绝对不敢下，真的。没关系，台北就是这么变幻无常。对，希望我们政府不要这样变化无常。要不要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你们要叫渺小星球？渺小星球。对啊，主唱毛毛，对不对？你们要介绍一下自己，快点，你们都没有跟大家聊个对，我好像忘了介绍。对啊，就是我们是渺小星球物语，然后其实我们还有第三个人，但是啊，就是鼓手啦。但他太忙没有来，这样，所以今天就我跟贝斯手，然后贝斯手是光光，我是毛毛。Hello，Hello。然后贝斯手要跟大家打个招呼，没有聊天。大家好，我是光光。啊，那为什么你会反了，或是你的心情？刚才他有讲很多这样，你要不要跟他聊一下？那你们为什么要叫《渺小星球物语》？渺小为什么？对啊，其实也没有为什么，就就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点渺小，然后我不知道讲什么，就我的初衷是觉得我们都是一粒灰尘在这个宇宙里面，就这样。其实我看你们那个上面，就你们介绍的很有感觉。首先你们那首歌叫什么？不骂脏话的女生，对不对？对，其实我们六月都很是不能骂脏话，可是我们只有一个好笑的不算。我懂。对对对，好，我们很谢谢他们，谢谢。谢谢。